秋小毛子得心应手，陈浩志包方中食量。好耐冇见 Moses 陈苏啦，真系宝刀未老啊！依然系挫爆登场，仲拍埋 Rosemary、庄思敏同黄曼喜一齐。今晚佢真系艳福不浅啦！唔知佢为咗今晚场 show 又落咗几多功夫去操 fit 自己呢？努力中，努力中，有少啲成果啊！要咯，因为我都明白，而家咧，份量都多咗啊，所以系时候要轻食嘢嗰阵要轻上翻少少，同埋都健康都好啦，真系。其实睇落 Moses 都真系发胀咗唔少噶，一定系 Amy 成日为你炮制爱心大餐啦。唔系，系之前咧开头啱啱啊去凑小朋友咧，仲唔适应咧，可能瘦啲嘅，但系而家开始适应咗啦。咁就辛苦啦，所以就少少嚟适应咗，少少放纵咯，同埋开始都要即系要的翻的心肝，因为开始要拍剧啊嘛，咁更加要可以瘦翻啲咯。